烧鸡，看一下他们想要再吃什么。就泡菜汤，先放油，再放蒜头。好，炒完了以后，把它放到这个之前烧开的热水里。炒鸡肉呢，得用生姜，一个小块就够了，切片状。我接下来呢，洗这个青椒，今天炒鸡会用到，然后切一半，然后我会切三角形，比较好夹一点。接下来就是五花肉，一坨就够了，就一片一片的。OK， 接下来就是豆腐，已经切好块的豆腐。直接放进去煮就行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把五花肉放进去，再把豆腐放进去，全煮完了。这个是我特别爱吃的泡菜，好，可以一直焖了。好，开始要炒鸡了，先煮个鸡汤。好，鸡汤已经煮好了，米也洗好了，现在先把鸡肉夹出来。嗨，哇哦，叫老师给。今天吃鸡饭，海南鸡饭吗？嗯。哇，王菲，你此刻的状态就非常的贤妻良母，所以你说慈祥这个是有道理的哈。王姐的第二道菜，这叫什么？萝卜干拌饼，也是你的拿手菜吗？还算是比较好吃的。这萝卜干是你们家自制的吗？对，我妈妈做的。看看看，这位男艺人，这个手不是，是你自己说的，别闹 ！Oh my god， 哇，都是金的。好了，不要这样说。天哪，哇！好了，我要下楼了。看你我的鞋有多高啊！哇，这是高跟鞋吗？什么了？鞋太你不要跟我乱讲。没有啦，你又夸张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瘦没？非常瘦。我有哦，你胸肌有点呢，你胸肌真的，你以前是鸡胸。最后一道菜，期待。拿饭，拿碗。耶耶耶 ，Ole Ole Ole！ 哇，太多事了，我想象不到就是别一个人做的。不乖了，我今天不乖了，我死在里吃。哇哇，是新疆大盘鸡吗？不是，四川辣子鸡。我也不知道什么鸡，湖南的干锅鸡啊。啊，连厨师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鸡。我也不知道。你好吃呀、啊。我觉得蘸酱好好吃，是不是？嗯。哪有这么可能？我们要来点音乐。你们来，我来吧。I'm DJ, play the music, you know what I mean. I gotta 先翻这个 party. 我们现在吃饭先用一些轻音乐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渐渐进入佳境，喝两口就我们再带入一些节奏，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用 house 来先翻这个 party. 先来点 sex. OK. Lunch bar. 我这泡菜汤绝了，就是你在韩国吃的那个。泡菜汤是我的爱，但是这个煎蛋也很好吃啊。每个都好正宗，我已经很久晚上没有吃碳水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都是减肥啊？啊，马大勇，你露开个腿啊！好嘛，怎么这个我呀？他讲的是对的吗？他讲的对的。看上去后面那么长的呢。马西索，马西索，马西索，我懂马西索。那这里还有点酥脆，甜的。对，是那个萝卜干。我家的火不行，我再试试看。你真的你会吗？我真的会。那时候好朋友之间，不是有吃的东西是我们看见，比如说像飞这种，感觉雷厉风行这些东西，可能我这辈子见到飞跟男的撒娇了吗？老公，你肯定会，如果没有机会看到。对的。你为什么看他经历啊？就是很全面，了解一个朋友就要看到很全面嘛。我现在想看你模仿王嘉尔。你说你叫吗？哥。啊，哥。哥。那个很想吃。哥。哥。哥。尝出来就是鸡饭了吗？没尝出来。啊？这鸡饭？哦，海南鸡饭。你是那个鸡汤不够浓，因为开那个锅的味道的时候，好重的鸡味。你看这个泡菜汤就是要熬一会儿，它那个豆腐就进味儿了。哇，你们太幸福了！我有做的很难吃，有没有？
啊，真的吗？嗯、为什么呢？什么时候呢？心情不好的时候。不是，不是很适合下手的时候。嗯。或者是突然做一道新菜，然后怎么都找不到感觉。这鱼什么鱼啊？秋刀鱼吗？青花。就韩国的煎鱼，吃辣白菜至少有熬了差不多一小时吧。嗯，晚上多难熬。你这么忙，你该说什么？上网还好做图啊，你还在车上我还在跟你说。我们车上没有我们说。啊？你照片哪来的呢？你看网上搜的。你。最近怎么看见？这个家宴是吗？对啊。邀请函是吗？对啊。而且你这个真的很正式，对啊，很专业的。为什么有一个窗？这是家里啊，他推开窗了。我家大门常打开。不是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。都没有一个跟推窗有关的，对你都是有生意的。最近那你怎么不焦虑？省下焦虑，怎么那么会焦虑啊？要不演员都节目焦虑啊？所以现在不焦虑就狂。哇、wow, 好正式的好物分享而且瞬间灯光都不一样了，是的，感觉是要给通告费的好物这个是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他们那个韩国的小众品牌，是一个院长他们家做的防晒，我一直都用的一个防晒。我那你没有了让他们寄过来是吗？现在国内有卖了啊。这会不会很油啊？不油。哦，它真的很丝滑哦。它会那个卡粉吗？不卡粉，我现在就只涂了这个防晒。他们家这个 AT cream 很香，一点都不油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好，哇，这个是有点膏状的，我感觉。哇，这个很润啊，这个非常润，这个好好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乳，妆前乳。哦，好水啊！你可以当妆前乳，这个好。而且它推着推着就感觉是水了，它有点像 La Mer 那个面霜一样，就是刚开始放上去感觉是那种的，然后推着推着它比 La Mer 没有那么油。哦，这个好，我不能用太油的。这个很好，那这个一定很适合你。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包装，味道也很喜欢，就很干净的那种味道。嗯，这个小的是什么？这个小的 BB cream， BB 霜吗？嗯，它是有颜色的，一点点。这么黑，是会黑，比我皮肤还黑。哎，怎么开不黑？看，哇，真的很白。哎，这还蛮适合你的。嗯，而且它很贴肤色，就是自然的那种素颜霜。我给你推荐一款香水，男生可以用吗？男生用的。哎，这个不知道。那这香水好好看啊，它有一点那个牙膏、薄荷，对，然后漱口水，就很干净的那种味道。漱口水的味道，这个也是，我很爱这两个味道。哦。它喷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了，就是我喷的，我经常喷的那个味道，就是干净的味道，就觉得这个人没喷东西，但是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干净。如果你没洗澡喷完，大家会觉得哇，你好清香啊。是的，而且很适合夏天。我再看看这个，这个瓶子好看。对，我选这个瓶子好高级，我超爱他们家香水，因为它就还是带着一些甜。嗯，我看你喷的这个也很干净，我闻下你喷的这个。在这，嗯，漱口水的味道，这个是男生，何必买这个呢？你就用漱口水倒一身就好了呀。但是，那是一样吗？但这个我觉得好闻。还有一个芥末也有啊，是的，菲菲送的，这个很好闻，这个很神秘，我好喜欢这个瓶子。我还很喜欢这个 Chloe 的这两个，哦，好漂亮，这个好闻，但这就是男香哎，朋友们，中性香水。我这喷完了一会儿出门，直接合计我干啥掉香水里边。哦，这个好闻。茉莉花香，没，它是含羞草。哦，这个就很女生了。哦，这个好好闻。我看你很喜欢干净的东西。对对对，这个也很干净的。对，这个也是雪松。就是你的味道都是那种不浓，但里面也是有女生的调调，然后就感觉很安静的味道。好适合你啊，这个香水。是的，写了我的名字。这个是你最浓的一瓶吗？这好好闻，还有很浓的，还有一个口红香味的，你要不要闻一下？啊，口红香味，胭脂水粉味是吗？哇，你的整个墙壁上都是，这是我在意大利买的，特别浓，这个就是口红的味道。这个很像 Vantage 的味道，对，意大利的一个手工香水店买的，就感觉有历史感，就感觉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哦，这好好看啊，这个瓶子，它这个是50的嘛，它100的话就是两边都合起来。哎，我每次去国外的时候，就喜欢在那个机场免税店里面挑香水。就买各种这里买不到的。哇，这两个味道都感觉是晚上要去 Modern Room 上班的。Hey sister girl, hey sister girl, sister girl, sister girl, sister girl. 我还喜欢无花果的味道，这是无花果，先闻不出来了。你说很奇怪的是哪个味道？那边的所有都很奇怪。你好浓啊！我好想知道这粉色是什么味，我一直怎么回事了？哇，我被中毒了，这好好玩。这就是口香糖的味道。马杰拉这一次的香水都很好，而且闻上去就感觉你整个人很清香，口气也很清新。他的东西都是感觉，感觉非是吃牙膏长大的啊！给你们闻这个，很喜欢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味道，就感觉你自己就是一道甜品。我第一次跟一个人在家里谈论香水，谈论了半个小时。
每一个人提到一个人名字，在这个画板上画一个，一个你觉得符合他的，不要像这种很敷衍的那种，把手印往上一盖，你千万不要朝这种画板盖。这画挺好的啊，就有色彩，但是就是要乱中有掌。这个画里面叫掌声响起来。掌声响起来。从谁开始说什么什么？波波，你先。你真的画画很烂。那从我开始吧。比如我说想到王菲菲，你会想画什么？啊，你呢？想到神木神，你能想到什么？哎，这个人是凡尔赛。凡尔赛，你这太夸张了！你这个骗子，画画三岁，这是三岁能画出来的吗？这不是吗？也叫。真的，这很夸张了。结果弄了半天，神木神是三岁。我真的三岁。你给他看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三岁？艺术的留白。哦，好好看，特别是那一画，那一画画的好流畅的。我想谁啊？你想我了，该我了。你想到我，你会画谁？好，没有想到。不要乱画，抱歉啊。想到他能怎么画？不能画垮掉。怎么到你这儿还得查呀？嗯。你画多好啊，这个圆儿，多圆啊！这可能是我画的最圆的吧。三岁能画这么圆吗？为什么是兔子？可爱呀。不是，是因为他只会画兔子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硬把你联想到兔子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然后就江郎才尽。这画可是要上拍卖的，你好。我画哪画哪？随便，这是一幅自由创作的画。我可能会画垮掉，我跟你说。没事，你还得照着画。啊，我真的不行，好紧张。屁股。蜡笔小新。为什么是这个？然后写上中文，看我的。你再画两个手指，耶，再画嘴的两边，上面那个嘴唇涂黑，就变成一个舌头。我觉得全部涂黑了，会不会看不出来是什么了？会，画下嘴唇画黑了，姐。画面静止了。怎么了吧？没那么难吗？好了，画完了是不是？画完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轮流画彼此的脸。别。不，这个好不好看无所谓，哪怕你画个圆，就是你理解里的那个脸。我画成谁啊？我觉得我有点吃亏耶。为什么？我觉得画脸你们一定会把我画得好丑。不会。我画孟辰吧。好，你在我的对面比较好掌握你的五官。还跟我摇。脸这么圆吗？双眼皮啊。为什么头这么尖呢？你就画王菲菲吧。那你们也不会给我画得很好看。我为啥呀？披着吧。为了配合一下，我炸毛吗？你现在就是炸毛呀、哎！那就这样可以。你确定？我真的画画非常烂。你就把一个兔子的脸，把眼睛画的像人一点做，也不要画成叉。你在这样做画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没法改。对。它是啥就是啥，但是这就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命运。但你不觉得你把我的脸和兔子离得太近了吗？没关系啊。你画头发不会画到这吗？你头发没那么高。你好认真画每个眉毛，你真的化妆师。今天的眼睛脸单不美。你画得很像那种韩国漫画里的整容脸，你知道吗？这哪是三人群啊？真的是。对，他就是在这浮夸。骗人，好像那个就有一种漫画，就是画成你这样的，好恐怖漫画。你少画了个耳朵，姐。耳朵不在这儿吗？你这没有耳朵。你就是一边侧脸。我现在只看到你一边。这个游戏很有意义。非常有意义。然后下半身。哇，哎，你想拥有的直角肩好直。怎么还有姐姐啊？而且姐姐也太上班了吧？我还有副乳。Watch me， 好来。我会散头发给你画，散头发心好画一点。把脸全遮住更好画。哦，好画好画，这样好画。不要。你知道吗？这三个是一个风格的，然后接下来这三个就再见了。天哪，你的脸盘的话也太小了，五官很拥挤啊，姐。我弄鸡眼。不动了吗？请问我是这个版型？哎，他画画水平真的跟我差不多哎。不是，他画水平比你烂。看我的头发了，我还特意把头发拿下来。哎，其实戴着画的有点像哎。等一下，我还没画。我好紧张。这感觉你在画葫芦娃里的蛇精。像戴了一顶假发套。
哎，脸刘海了没有？你像木乃伊，现在看起来。不，你知道在镜秃头，你知道在镜头里面看着像什么吗？是吗？荷包蛋。一看你们就不是一个画派的。你看这幅画就不是一个人画的。今天是画有点狂。但是他俩看来是一家的。你画的蛮完整的，你都画到腰以下了。你画的是今天这套衣服吗？不是。你看这套衣服是他想象中的我。这套衣服简直太像那种垫肩女。还喜欢穿垫肩，请问我的手。他简略了他自己不会画的部分。我觉得他应该给我画一个圆，是不是？这个水平跟我一模一样，请问是锅铲吗？对呀、啊，是吗？你看这个脖子以下没有，这个有上半截，这有下半截。走，蛇精。好，接下来每一个人在这个板子上写一个字，代表今天来到飞家以及飞招待我们的心情。Fashion， 你会拼写吗？啊、不是，他写的飞，哎呀妈呀，还不如不写。好，不，如果不写，别人不知道是他，他是真的漫画。嗯，我这是真的画人像哦。你这是画漫，画的好吗？有点像了，是不是？可以的。你不就发现特别像吗？就是脑门儿这，就是跳葫芦，这特别窄，这儿又特别宽，这特别尖，这儿特别高，脸型画的很像。好、嗯。啊，你看到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。哎呀，到你了，半个小时作画时间，现在开始。你慢到他都打哈欠。我觉得这幅画画完，手机内存基本上再见了。这什么呢？耶、yeah. 哦、可以，哎，可以啊。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个每个人最喜欢的品牌。可以，画自己啊。画别人，你猜这个人会最喜欢什么品牌？天哪，那你都画不下怎么办？就只能选一个。来吧，我那天上手画过。画那个，画香奈儿那个。干啥呀？那这一个小时都下不来。哇，你那 LV 画的还蛮好的。哇，你看人家那个薯条画的也很好呀。你看这麦当劳给我看饿了。好，接下来爱画啥画啥，然后自己就疯狂的在上面作画，然后最后把这个画成型啊。Freestyle 环节是吗？哎呦，这是我的小心思，好做作哦。怎么了吧？但很好看吧，我这画。嗯。굿즈나굿즈나요즘많은굿즈나요즘나한테 내가 봐 내가 원해